Xi Jinping.尊敬的拜登总统，五是要坚持多边主义。我们要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，以公平正义为要旨，以有效行动为导向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，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，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。 六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石。我们要充分肯定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做贡献，照顾其特殊困难和关切。发达国家应该展现更大雄心和行动。 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加速绿色低碳转型。前不久，中美发布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，中方期待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，共同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而努力。